Hello， 大家好！今挂这张金砖给你的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200万元哦。他这次挑选的尾数是十二号，号码是02972201，希望这张尾数十二号的可以中大奖，万把说明在这里哦。第一局到第六局中，若任意局中刮出的数字皆相同，即得该局奖金。不可跨局兑奖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局啊！奖金在这里，只要数字一样就中奖。马上来开挂，第一局，先来挂个奖金好了。奖金是10000，有没有可能中10000？对不对？马哥刮刮的，好像还少，好像没中过10000呢。刮那么多张了，来个10000吧，27，再个27，02，果然不容易啊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二局的奖金。第二局的奖金是300元，这个感觉几率高了一点。来，中个300也不错啦。1，再个1，再个1，再个1，一，哎耶，中奖了，耶，不错不错，啊，终于中奖了啦，啊，这一期啊，这两款刮刮乐麻将跟金砖叠的，终于中奖了，没有全军覆没了，太高兴了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三局有没有可能超过300块。对不对？搞不好第三局又中奖。来，先看奖金，1000元，有没有可能超过1亿？再一个01，哇，没有01、19跟15。好，没关系。接下来看第四局，第四局的奖金多少？哇，200万，有没有可能200万？这个几率就很低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已经中一个，不可能200万又300块嘛，几率不高。所以来1127。1123跟10啊，1123、1027，哎，刚刚讲到27，想不到猜中，是不是预知的？竟然猜到了有27，是不是？来，第五局奖金，看看有没有累计超过300块啦，再个200、500也好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边是10000，01，10300会不会新的奖项？01，哎。三个零一的耶，有没有可能现在新的奖项是10300？零一，哎，各位看看，零一，是不是还有应该四个了吧？还有吗？04，哎呀，好可惜啊！零一，04啊，真的好可惜哦。我还以为真的有新的奖项是10300。来看第六局啊，第六局啊，刚忘记看刮多少钱了，金额是200，哎，这也不错啦。如果来个200也是500，对不对？加起来15，哇，没有了，1507，然后嘞，2418，0616，不错啦，至少有赚钱，对不对？这张中了300元，这边1111300，来看一下他的代码在哪里？代码在哪？哦，这里 T。T 在这边，我们看到，然后 H， 啊 ，THR， 没错，这张就中了新台币300元哦，不错不错，终于中奖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哦，乖乖的有中奖，就算中一点点也是很高兴，就好玩呐、啊，好玩就好，好，所以最后做个总结吧，这张收价新台币200元的。金砖叠叠的刮刮乐尾数十二号宣告中奖，中了新台币300元，那请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